是很刻苦，每天坚持，出成功啊，把自己的专业课更多的完善好，是吧？嗯，所以你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正能量来感触，影响你更多的粉丝，和更多的这样的年轻人吗？想。知道我的回答是否能帮助到你，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欢迎来这里告诉我们。Hello， 中国电影报道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。当时你在那个片场是什么样的情景？大家都是非常认真的对待角色，就是在表演里边也能够看出来，就是他们俩的人物性格特点。童童呢，就是非常的，真的是非常热爱音乐的一个女孩。也许眼下的困难会让你丧失信心，不知所措。那阿杰呢，就是一个就是大哥范儿的一个大哥。有困难就去面对，有梦想就去奋斗。所以你觉得董子健有大哥范儿吗？还行，还行。赛场感。你们俩谁更有大哥范儿一点？我觉得都挺有。哪场戏让你觉得自己最满意，然后觉得自己最受感触的？最受感触的，我觉得那个就是小波天台的一场戏。但这个戏就大家去看就好了。还要卖个关子，不能剧透是吗？没有。解忧杂货店呢，将于12月29日上映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去支持这部电影。这部电影呢，也会感动到你，温暖到你。解忧杂货店。